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2023年圣诞嘉年华庆圣诞祝平安的活动即将开始，邀请各位一起跟我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掌声加尖叫！我们特别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天主，我们的老天爷，因为他赐给一个我们这么美好的午后。大家觉得今天会冷吗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充满着热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圣诞嘉年华这个活动呢，大家可以感受到圣诞节嘛，就会一个分享平安、喜乐、欢欣的感觉。那今天的下午，音乐主舞台这个地方会用一连串各式各样不同音乐曲风、不同音乐的风格、不同音乐的呈现方式，带给大家丰富的圣诞节的氛围。那我们第一个要表演的节目演出之前，请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表演艺术家。这位表演艺术家投身社会公益哇数十年，参加过大大小小大概数百个公益团体的募款甚至是演出。他也曾经在美国布希总统的就职音乐典礼上呢，为他们献唱，荣获了国际音乐奖。同时也参加像是英国啊、加拿大、希腊、日本的国际声乐大赛，荣获了2个首奖跟4面金牌。2018年也荣获了港澳台爱心奖，以及2020年得到了一个金舵奖。这个金舵奖呢，特别是对服务更生人啊，服务他们去做监狱牧灵的人有所贡献的人，才会荣获这样子的奖。那这么有爱心，又这么有才华的表演艺术家，在今天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演出呢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国际声乐家简文秀老师。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。其实呢，明天就是圣诞夜了，所以我今天呢虽然是赶场，我刚才唱完了一场了，这次是第二场。那尤其是为了圣诞，就是庆圣诞祝平安，所以他刚才有说到我在欧洲、在日本、在加拿大得了很多的首奖跟金牌。那第一首为你们献唱的是这首歌，是我在国外比赛得的2个首奖3面金牌。这首歌我很少唱，大概大部分都是在教堂唱，或者是就是我们教徒的一些聚会里面才唱。所以我想今天这首歌跟大家有缘。我记得我得奖的时候，那个因为我们参加国外比赛都要唱很多歌，不是只有这样一首，所以呢这首歌呢是指定曲。那这首歌叫做《巴尼桑·詹尼库斯》，致天使的神粮。那这首歌曲呢，他说的是我们上帝是慈爱的，是不管是贫穷的，或者是身份比较低微的，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在这样的场合让我有机会唱这首歌，表示我们真的很有上帝的祝福，还有我们有缘分，对不对？ OK， 巴尼萨，巴尼斯 and Jenicus。
和我是在国外得了很多奖以后第一次在这么公开的场合唱。我记得我得奖那天有很多的老师，有很多的裁判去找我。我记得那一年是在意大利，不是在希腊。那我想我们都到国外去就赶快哦，要去买东西来吃啊，去买就去 shopping。 结果呢，好多人去街上找我，找不到我。结果后来他们找到我，他们就问我说，你们是我外国的人唱巴黎三杰尼库斯唱得最好的。我心里想应该是吧，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第一名我们是那天是金牌跟银牌跟铜牌，那我得到金牌，一共有13个裁判。第二名是银牌，我的金牌是就是平均分数92分。那第二名呢，因为他就是88以上才可以得到金牌，第二名他得到 86.2。 那你想想看， 86.2 减92就算5分好了，有13个裁判，所以我都他们的成绩65分。在这里也特别感谢神父，记得我唱这首歌，他在圣经堂教了我3个小时，因为这首歌是拉丁文，所以他记得我，他教我唱完以后，他说：“简小姐，你唱一次给我听。”我心里想：“啊，现在唱吗？”他就讲：“我要看你的咬字。”所以我记得他们希腊的老师跟裁判送了我，他说：“你要答应我，你要留在我们欧洲唱歌剧院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要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要去哪里？”我说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唱歌。他说我们要送你鲜花跟巧克力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。我说好啊，我心里想可以啊，随便啊。他说你要很老实的跟我讲，从此以后你要荣光上帝，你才可以接受我的鲜花跟巧克力。还有第二个条件，因为你的声音是上帝给的，不是你本来就有的，要谦逊过一辈子。哦，我说要怎么谦逊？他说常常去唱歌。我说哦，那我做得到。这是我当初在希腊的一个 shopping 的 street 里面跟他们接受了他们的鲜花跟巧克力。到现在我是第一次在这么公开的场合唱的巴黎斯Angelicus。 巴黎就是面包食粮， Angelicus 天使的神粮。谢谢，这是我献给你们的，在圣诞夜之前。那第二首歌让我为你们唱 Amazing Grace。
谢。因为下面有非常多的节目，所以我们后会有期。希望我刚才唱的哈利路亚带给你们祝福跟平安，圣诞快乐哦！谢谢。下次再会，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我们的简老师。哇哦，哇，简老师真的太 amazing 了啊！各位，你们可以抬头看看天空啊！我记得我十多年前也曾经在这个舞台上主持活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是一群人一起在这个地方，哇，天就开了，原本还是阴雨绵绵的天气。所以我相信在圣诞节当中，哦，我们总是有一个希望，就是相信会有一个奇迹会出现。那我们也通过音乐去把很多平安跟喜乐去分享给不同的人。今天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各位伙伴们，如果有正在行走的各位朋友，也抓紧时间找个座位，可以坐下来欣赏我们的音乐，可以坐在草地上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氛围。这个活动是由我们的博爱基金会所主办，博爱，所以顾名思义，我们分享了很多，在这个社会上做了很多的努力跟服务，就是希望把天主的那份爱带给大家。大家借用你们的目光，把我往你们的右手边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边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摊位，其实都是我们默默的在这个台湾社会上去耕耘服务。哦，不管是有医疗相关的单位啊，有照顾老人家啊，有从原住民照顾到新住民等等，诸如此类的，都是我们一直很希望去陪伴他们走过，与台湾一起走过许许多多的岁月，以感激的地方。那诶，讲到这边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什么单位？没错，其实有一个单位很特别，就是教育单位。在接下来的等一下的演出呢，会是我们的光仁中学的爵士乐团带来一系列圣诞节的组曲啊！大家因为好奇，光仁中学爵士乐团这个名字好特别哦。对，因为一开始我也以为只有音乐班嘛，对，没想到他们竟然可以带出这么丰富的曲风。那这个爵士乐团的圣诞组曲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就接着把目光投在我们的舞台上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各位，这个掌声不能停啊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给我们年轻朋友们一些加油跟鼓励，好不好？哇，他们刚才跟我说都不紧张，可是手明明就在抖。好，各位，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系列的组曲的，对，因为我平常自己会拿音乐软体去播一些音乐来听啊，我一直想要找这样子的版本，就是有爵士风格又这么活泼的内容，对。所以各位千载难逢啊，就是这个机会不好找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。
Thank you.
好，大家实在太害羞了，这么美妙的音乐，大家如果可以放轻松后，身体也可以自然的摆动，好好享受他们的音乐后，还有很多歌曲，那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他们。
温暖的歌曲，掌声掌声，再一次去感谢他们。好哇，听完这边大家应该心情有变比较开心吗？有没有？还想再来一杯咖啡应该会更开心哦。对，好啊，那个我们旁边可以随时购买我们的咖啡啊、茶啊、点心啊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好好的放松一下，对不对？难得的午后阳光这么舒服的地方。那讲到圣诞节哦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哎，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？大家可能花我们借大家30秒的时间，可以稍微想一下，这个圣诞节对大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，有什么样子的感受？好，啊，对我来说呢，哎，圣诞节，我小时候的圣诞节记忆就是一定要在寒冷的冬天嘛。对啊，通常是先吃完冬至的汤圆嘛，然后马上又有很多巧克力吃，然后它就是一个可以温馨，旁边好多朋友啊、家人一起相聚的日子。可是越长大的时候，越发现，哎，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。直到有一天啊，我去了教堂的时候啊，啊，教堂灯都暗暗的嘛，可是呢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有趣的马槽，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在我们主舞台哦旁边圆游会的头那边也有一个马槽。我去看着那个马槽，有一道小小的灯泡光在那边亮着，仿佛那个时候凝视着他，
心中所有的烦恼跟不安全感随之烟消云散，内心就是一种暖暖的感觉，觉得哇，原来有一种平安的感觉在心里升起来，就这么简单单纯的感觉，这么样的美好。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演出的呢，这位音乐表演艺术家非常特别哦，他不止是音乐表演艺术家、吉他手、YouTuber， 同时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就是他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。哎呦啊，那既然提到神父嘛，我相信圣诞节对他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含义。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罗纪元神父。对我来说，耶稣是庆祝圣诞节唯一的理由，你认同吗？耶稣是庆祝圣诞节唯一的理由，所以因为耶稣我来，因为耶稣我在，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，愿意跟大家一起来透过歌曲来庆祝圣诞。那一开始就让我用一首歌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，如果你愿意一起唱欢迎。好，那歌词很简单啊，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让我们高呼耶稣的圣名，好吗？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高呼耶稣的圣名。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高呼耶稣的圣名。哈利路亚的歌声不停，哈利路亚的歌声唱，欧撒那大卫子耶稣。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高呼耶稣的圣名。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高呼耶稣的圣名。哈利路亚的歌声不停，哈利路亚的歌声唱，欧撒那大卫子耶稣。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高呼耶稣的圣名。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高呼耶稣的圣名。哈利路亚的歌声不停，哈利路亚的歌声唱，欧撒那大卫子耶稣。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高呼耶稣的圣名。张开你的口，举起你的手，高呼耶稣的圣名。哈利路亚的歌声不停，哈利路亚的歌声唱，欧撒那大卫子耶稣。欧撒那大卫子耶稣。好，让我们一起高呼耶稣的圣名啊！耶稣是庆祝圣诞节唯一的理由，别无其他。所以因为这样子，我愿意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开始揭开这个圣诞的序幕。那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在这边有那么多的人，可是你知道，你和我都有经验过，在过去的两三年之前，这里可能只有没人，或者是只有一个人，或者是只有两个人。在那个疫情期间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个
可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一个低谷，可是我们也借着这一个低谷，这一个时期，我们不也准备好我们自己再一次的重新的出发？那我自己在疫情的那一段时间，对啊，到待在堂区啊，那时候我在啊延吉街圣母显灵圣爱堂啊，对，平常在教堂啊，没有人，就我一个人啊，看着这个教堂，然后看着这个教堂一切。那当然我自己是喜欢啊音乐啊，所以有时候就更多时间弹弹唱唱啊。那个时候我也想说借着歌曲，然后跟我的堂区的教友们一起分享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天主的连结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彼此，让这个情况，这个疫情的情况可以尽快的过去。所以那时候我在反省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这样一句，说你为我守护，我为你祈祷。那这个祈祷不只是我坐在教堂里面祈祷，或者是我念着经祈祷，而是用那个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的祈祷。那我想你和我都做了，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啊，少出门，好，就算出门也少与其他的人接触，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我们一起的来守护，用这样的方式，我们一起来祈祷。所以我想要借着这首歌跟大家来分享，啊，好像也带领大家回到那一个时间，可是也是往前走，啊，我们今天可以聚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彼此的面容，那是多么喜悦啊！所以我就为大家带来这首《你为我守护》。你为我守护，我为你祈祷，期待有一天你我能够自由的飞翔。我们一起守护，我们一同祈祷，手牵手的我们共同迎向新的明天。还要多久才能见你我的朋友？我几乎快要忘了你的面容，你的微笑。曾几何时，我们自由行走远方，如今却要待在各自的角落。还有多久，我们才能相聚在一起？说说过去那段不安的心事，看着窗外那片美丽的蓝天，期盼有一天你我能够走出失心。你为我守护，我为你祈祷，那有一天你我能够自由地飞翔。我为你守护，你为我祈祷，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说声谢谢你。我们一起守护，我们一同祈祷，手牵手的我们共同迎向新的明天。你为我守护，我为你祈祷，期待有一天你我能够自由地飞翔。我为你守护，你为我祈祷，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说声谢谢你。我们一起守护，我们一同祈祷，手牵手的我们共同迎向新的明天。
那我们迎向新的明天，而这个明天就是我们现在所体验的这个明天。我们可以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面容，我们可以直接的听到彼此的声音，而不再只是透过网络。没错，网络很好，帮助我们在那一个时期当中彼此的连结，准备我们再一次相聚而产生的那份热情，那份渴望。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，我们可以彼此的见证，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。所以你看到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我们经验了那个低谷，可是我们走出来，我们知道这个走出来并不只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们一起做了什么。我们一起。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歌。那接下来我想也要问大家，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有问大家，圣诞节对你来说是什么？你是否曾想过，在圣诞的那个夜晚，也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个夜晚，整个的情境，整个的氛围对你来说是什么？我曾经这样想过，我也曾经这样渴望过，我多么期待在那里，我多么期待在那里，我可以看到，我可以经验到。那我也看到了，在西方，我们听到的习惯听到的这个圣诞歌曲，都是欢乐的氛围。那我就想，如果我们东方人，会怎么样去诠释那个圣诞的氛围？那我就唱给你听吧。神圣的夜晚，天主圣灵降生者居住在我们中间，有一个婴孩默默地承受着人间冷暖。
里等着想。欢迎走进我的世界，我与耶稣的世界。这是我惊艳到那个夜晚，这是我惊艳到那个夜晚，所以用这样的词，用这样的曲来跟大家分享。真的，我们给耶稣的是什么？不一定是礼物，不一定是大餐，而是我们的生活，而是我们的心。我们的生活就是马槽，我们的心就是马槽。把我们的生活整理好，把我的生活环境整理好，就能够邀请耶稣住下，不只是来，而能够住下。这是我的耶稣，这是我爱的耶稣，也因为他，我来跟你们分享这一份福音的喜乐。哦，感谢天主有这样的机会，可以这样的分享，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那么安静的场域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这个不只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们一起做了什么。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来共融，我们今天一起来聚会。在我的左手边有好多的摊位，每个人都来分享他们所拥有的。可是我们每个人也要记得，你也有你的才能，你也有你手上的这个才能，可以看作是你手上拥有的什么宝贝。那你怎么样拿来跟别人分享？不要吝啬把你所拥有的与别人分享，因为你给了，别人有了，你就富足了。所以你的富足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而富足，因为别人有了而你感到富足。所以同样的，当别人没有了，我们就惊艳到那个生命的缺。我们的生命的缺是需要透过不断的给予而被满足的，而那个满足真的是再一次的更深的一步，看到的是来自耶稣给我们那真正的满足。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。当然，刚刚所听到的都是原创曲，都是我自己写的，自己所爱的。那我也愿意再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待会歌词会唱到，用我们的色彩画出彼此的未来。那个色彩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才能，就是你所拥有的塔冷通，就是你所拥有的时间，你的金钱。这是你的生命，你的微笑，你的一个问候，你的一个关心，就是那个色彩。待会歌词也会听到那个手中的宝贝，不要吝啬把那个手中的宝贝与其他的人分享。所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《因为爱》。心手牵手的我们一起走过
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有多少的艰难冒险，我会一直一直陪你走下去。因为爱让我们今天欢聚在一起，因为爱让你我的生命更加精彩，敞开心接纳彼此的不足，那是我们心中一直的渴望，用我们的色彩画出彼此的未来，让心连心手牵手的我们一起走过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有多少的艰难冒险，我会一直一直陪你走下去。爱让我们今天欢聚在一起，因为爱让你我的生命更加靠近，敞开心不再害怕失去那个我们手中拥有的宝贝，用我们的色彩画出彼此的未来，让心连心手牵手的我们一起走过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有多少的艰难冒险，我会一直一直陪走下去，用我们的色彩画出彼此的未来，让心连心手牵手的我们一起走过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有多少的艰难冒险，我会一直一直陪你走下去。掌声再给我们的罗神父。你手上也有很多的宝贝，我手上有一个，你手上也有一个，可是当我们把我们每个人手上的宝贝都拿出来的时候，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耶稣要我们做的是这个，还记得五饼二鱼吗？我们不就是在那个场景当中，那个是什么？等待着你不断的不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拿出来啊！真的，因为爱我们可以把我们手上的宝贝拿出来，因为爱我们用彼此的色彩画出我们共有的这个未来。好，感谢天主的这样的机会。好，神父，我蛮好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然明年平安夜嘛，相信大家都会走进圣堂，因为各位如果不知道的话，知道我们后面有圣家堂，大家可以走过去参观一下啊。明年平安夜或是各位会到自己的圣堂，那如果我们平安夜结束啊，或是圣诞节结束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行动？行动就是第一个，我们意识到因为耶稣我们庆祝圣诞节，因为耶稣我们彼此有一个深厚的归属，我们都属于基督，我们都属于耶稣，也因为我们都归属于耶稣，我们称彼此为弟兄姐妹们，所以我们要一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答复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召叫，也就是我们要一起走上爱耶稣的路，认同吗？哇，那岂不是我们就要一起唱那一首歌吗？一起走上爱你的路，来投去各位掌声鼓励一下。
会唱的，一起唱哦。赞美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宰，我要与你紧紧相依。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 因为这个天和地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一起走上那一天的路。那美丽的脚步走在救恩的道路，你的微笑面容，你的起身前行，牵动走向主耶稣的心，看似熟悉的面容幕幕浮现在眼前，你的一颦一笑，你的一举一动，叫我如何去爱去跟随。 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 赞美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宰，我要与你紧紧相依。 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 你为我创造天和地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一起走上爱你的路。你那谦卑的足迹走进你我的生命，带来上主的救恩，不再迷茫与人海，让我的心有所归依。你那谦卑的身影是我一生难忘记，成为上主的救恩，不再迷茫的人海，让我的心有所归依。 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 赞美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宰，我要与你紧紧相依。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 你为我创造天和地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一起走上爱你的路。所以我们要一起走上爱耶稣的路，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地准备好我们自己，能够去听他对我们的邀请，能够去实践我们将要去做。仿佛昨日的那份爱，今日拥抱着你和我，内心深处满满寻告，举着我的双手赞颂你的爱情无限。 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赞美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宰，我要与你紧紧相依。 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 你为我创造天和地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一起走上爱你的路。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 赞美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宰，我要与你紧紧相依。 Praise the Lord, Hallelujah, 你为我创造天和地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一起走上爱你的路。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们一起走上爱你的路。
哇哦，谢谢罗神父，再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他。哦，圣诞快乐，神父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